心为不切其意，通为无碍其意，不可切又无碍，为心静念力通。啊，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心通这两字，好亲像真奇妙啊！啊，确实也是真奇妙，因为心所讲的心，唔是咱干阿滴咧，心啊，拜拜啊！啊，安尼的心，其实心是一个意义。啊，亲像咱人啊，也同款有心啊，什么心啊？静心啊，静，就是真静妙微色。咱人也是同款啊，小乾坤啊，有安尼精妙微细、不可测这个力量，何况大乾坤，大乾坤也有安尼精妙微细。真正是妙不可测的力量啊！讲人的精神精妙啊，妙不可测。讲啊，你一个人有偌多力量啊？好、哦，我力量真大。来，这块刀啊！你把我压过去，好、哦，这块刀啊，我要压，做一遍，我无法度压，呀，啊，无法度要安怎？就啊，要安怎？啊，去用脑筋啊，刀啊，无法度压。但是要刷位啊，会刷呀，未刷的呢？必定有方法可以刷。这方法就是爱用脑筋、精神去给刷这块刀啊，爱刷的呢，涂骹、地板无痕啊。哦以为讲一块刀啊，才当用拖会叮当，但是拖一定呢，涂骹会刮伤，啊，要安怎？那就要阁想办法，啊，有办法啦，涂骹粗布啊，刀啊，放在布顶，啊，布呢？安尼来拖啊，又轻啊，涂骹阁无刮痕，安尼会到位啦。达到迄个力量，50斤的力，有法度呢，刷一个100斤的重量。哎呀，这塔椅啊，甲我压过去，这塔椅啊。贴的，好真重。一个人哪有可能啊？100张的椅啊，是超过100公斤啊！一个人哪有法度？就是要想办法，什么办法？分开来搬，200公斤的重啊！哇，就安尼甲伊分开搬去，莫讲
一两百公斤、四五百公斤啦、啊，一个人的力也有法度，那要看耐心、动脑筋。啊，这敢是真平常人拢会呢？这敢不是？细汉囡仔嘛做会到呢？是啊，这嘛就是精神的力量。啊，听起来。啊，这敢有啥法？就是有法，就是安尼，这么只微细啦，皮微的道理，就是用在呢不可测的妙法里。伫遮讲话，哪有法度呢？会当全球的人。看得到，只要伊一支镜头啊，指一个，这声音啊、文字啊、形象啊，也对伫伊个面前现前呐、啊。这真正哩深不可测啊！但是呢，有法度，就是呢。爱从开头去发现、发明啦，有心去用心伫迄个深奥的物理的内底。当然啦，这个过程爱经过偌久的时间，这个物质呢，爱用的物件是爱经过了。偌年精细的淬炼过去，啊，这个这么只精致、这么只微小的物件，这拢是经过了人心，经过了天地呢的物质啦，经过了真大，而变成了真微细，将真微细呢合成啊。成为了无影无形，却是呢，伊会当幻现在人的面前。这敢就是幻化目测呢？真紧的时间，秒钟，只爱你手一点，瞬间呐、啊，伫画面上。就现在你的面前看得到感觉得到你提不到啦里面呢这么多的形象啊你根本就是无法度去提得到啊这是不是心为不测之意呢无法度去给它测量在画面上啦，你目睭看会到辽阔的境界，你要讲啊，遐到底有偌阔？到底呢有偌多物件？哦，偌多人？数字安尼看，知影真多的形容，却唔知影数量。金牛点滴，咱无法度了解啦。这就是离咱远啊，同款神通会当用种种方法来口头描述，但是咱无法度呢，真正去体会迄个感觉。无法度甲伊汇合在一起，就亲像凡夫讲觉悟者的境界，会当描述觉悟者的境界，却是无法度呢去体会迄个觉悟的境，迄个予咱真身体感觉到无法度。这就是证明有，
但是呢，咱也过也未到这个境界，距离也过真远啦。这就是也未通啦。这个心妙莫测，这个物件真正是有，但是呢，咱也无法度家己的身心体会到，干那会当描述知啦知啦，我得用安尼的语言来描述安尼的文字。学文字我学来啊，我拢藏伫头壳底，头壳底，甲你破开，破开了后，文字伫倒位呢？无啊，但是呢，只要你记忆，所以你电脑嘛讲有记忆体啊，是啊，人脑呢？就是需要这个记忆体，这打开无物件，但是呢，内面啊都有安尼神妙的功用啊。神要用什么物件来代替伊形容？就是生做安尼的物件啦，嘛无法度。提出来形容，伊是长的啊，或者是圆的啊，这呢根本都无办法，所以不测，无法度去测量伊，无法度去形容伊，所以叫做神。唔是讲吼，神就是要予咱拜拜的，唔是，他。大宇宙乾坤呐，有安尼，这精细微妙的道理存在啦。亲像咱人的观念、思想、精神理念，都有遮尼真多，高深莫测。你是伫咧想啥个啦？真正。咱无法度去摸透伊的心，无法度去理解伊的心，凡夫解不了凡夫的心，何况凡夫呢？哪有法度真正体会到各家圣人的心呢？是不是真心呐？这个心。为不切，是不是永远无法度？有啊，爱去用心去学啦。电子、电脑、等等，这么多新技呀，总是呢爱去学啦，学来了解，这才会通啦。要那无呢？安怎讲，咱嘛讲未通，这就是通为无碍之境，正深的道理。只要你若通啦，道理知啦，了解啦，会当感觉到啦，这愈来愈接近啦，咱的心甲心啊。以理会合，世间凡事凡物啊，不管是什么代志，什么款的人事，对咱无障碍啦。这个无障碍，要安怎无障碍？放下，看开啦，谈何容易啊！干那安尼，咱都无简单，所以咱叫做凡夫，所以咱未通啦。所以讲通为无碍之意。这个要通咁遐困难，其实是无困难啦。
一句无困难，确实呢，对咱来讲困难重重，敢若失去要改啦，都无简单啦。敢若要改失去都无简单，你想难不难呐？难咯，真难呐！这就是咱凡夫啊，所以无法度神通，咱欠缺了精微细致，迄个心欠一项呐，咱欠迄份呢，勇敢放下，打开心胸啊，就是放下看开，那就是看不开放不下，所以障碍重重，失去呢还是改不过来，所以那障碍多多啦。要甲咱讲的就是讲不可切又无碍，这呢叫做神经念力通精神。咱的神啊，真精啊，微细。咱的念力转啊，那自然就通哦。这不是无可能啊，一当阵呢，咱常常伫咧听什么？迄、那个精力，目睭伫咧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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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物件会震动，到底是物件震动，也是咱的精神伫咧震动呢？不过，到底是什么款的心力啦？这唔敢讲无，但是呢，也唔通好奇啦，咱爱。真精微了解，唔通无相信。但是呢，咱爱从心开始，安怎学？学得呢？咱的心力真转，用咱的心去运作呢，真多无可能成为有可能。当然啦，爱先学出了心意。心意就会当感动，这种的心呐、啊，字字金石灵开，古早人嘛安尼形容啊，只爱你真真诚的心呐、啊，咱的心就会当通达，通达人人的心呐、啊，正人的心呢？汇合起来，这个力量，这嘛是一个心力啊，精神的力量，生来静止咱家己的心，将咱静止的心呢，会当感动他人的心，人人的心，心汇合力量就大啦，所以讲。天心明心，那慧性明通啊。天心就是咱的心，以天地合二为一啦。人人本具呀，真如本性，就是儒家所讲的德本、道德的本源呐，就是道理的本源。咱回归啦，回归咱的本性呢，那。就以天地合二为一，
这叫做天心，是天心明心，慧性明通。佛陀都甲咱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咱甲佛的智慧是平等啦。只是咱的智慧呢，是无明顶顶塌塌该覆盖，所以这个智慧啊，透不出去，这个光透不出去。那就是因为无明，所以无明业力啊，终如须弥山，亲像泰山压顶啊。慧智慧呢，就是被烦恼无明，安尼呢，顶顶覆覆啦。所以凡夫啊，那无用心，心不通，所以呢。慧性啊，无法度呢，发出伊个亮灵。天人慧性啊，是特照无碍。其实，咱个慧性是真自然呐、啊。咱个想会通呐、啊，其实呢，天地万物啊，遮个道理呢。咱哪会无法度去体会了解呢？慧性是讲无明解得到，啊，无明是生做啥款啊？无明甘就是咱烦恼定定呢？这嘛是无体无形啊，偏偏呢就是咱这。慧性好的啦，善的啦，咱就是无该用伫迄个所在，咱拢用伫呢迄个烦恼无明中，人甲人的中间，安尼不断伫咧计较烦恼无明，真呢就是咱无去用伊，唔是无去啦，咱呢天然慧性啊。是特照无碍，咱有同款这么只大无量无数，用之不完呐、啊，就亲像你真正是学问有啊。讲的人伫咧讲，咱一支笔啦，都会当伫迄个所在文字啦，句句呢，都安尼一。地呢，以字成文，文成句啦。将人伫咧形容的声音记录啦，为文字文句，嘛会当通形容个真水呀。咱遮个物件是藏伫倒位呢？藏伫头壳底，藏伫全心灵。这个物件唔是无啊。叫你提出来看，什么都无。但是呢，在你的力量、你的能力、你学来的啊，累积来的，啊，累积在倒位呢？家己嘛，讲袂出呢。所以人到底呢，伊是藏在倒位？但是呢，因为你有学，提出来要用，啊，都有啦。哇，会当真。洋洋洒洒，何里呢？讲真多吼，那这特照无碍智慧的光啊，就亲像安尼啦，你会当发挥真大，好真明显表达种种的道理出来，啊，清晰记忆啦，那变现自在，你会当。伊爱需要什么？我现在要安怎去表达伊？那真紧，就会当安尼展现出来呀，变现自在啦。本来无诶，
唔捌咧，经过了你，讲过去，文字记载落来，那遮个物件也都伫咧啦，这都拢总有，本来无，现在有啦，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啊！安尼呢，叫做神通啦。啊，这种的神通要去多位取得呢？咱都爱问，爱问啊！那咱前面讲啊，不问、不信、不解，啊，唔问、无信都无解呀。同款，咱都爱学、爱学啦。不管你要安怎知影微细的代志，你要发挥偌微细的功能啦，总是爱去学来吼。呀，咱到底是啥物代志，予咱的无明覆盖呢？这，咱就是爱去听、去了解呀。所以，闻三宝明啦，诚心赞叹。咱来大声起欢喜心，咱若有欢喜心，咱才有法度来接受佛法经啦，佛陀降我佛教的这个人格，佛陀呢的性格啦，伊唔是神，他是性，伊从发心立愿开始为众生。步步踏实啊，生生世世，将大乾坤啊，宇宙万物的真理，将人小乾坤啊，迄个心灵生自异灭，迄个心理状态，拢了解，对世间生自坏空，甲人生呢？生老病死，这些道理通彻了解啦。伊回到回来，要分析给大家人知，这些物件的生坏，有伊的因缘存在，生死呢，这苦难苦乐，这两种。是有因缘存在，啊，这因缘呢，咱拢唔知，因缘妙法啦，无法度了解。佛陀就是安尼要来甲咱分析，予咱了解啦。这是性，已经是圣人的境界啦，唔是心机变化。是真稳定啊！哦，这个格性格，迄、那个心性的人格真尊严，咱爱尊重佛吼，所以咱爱信仰三宝啦，佛咱爱相信，那法佛陀所讲的法是真是实，无怀疑的所在。那佛法，佛要安怎修行，才会当成佛？后面的人要学呢，那都要依佛的生活啦。佛陀呢，修行的过程，用心去学习，所以是精放下一切啦，一地呢。生活身心啊，就是按依照佛的生活形态，按怎样心来为天地众生，爱有安尼的身心啦、啊、的形态，
安尼呢，这就是团法美吼，这这三宝啦，咱必定爱相信。安尼呢，提出诚心来赞叹，咱爱信信用，咱才有法度解啦。那安尼呢，咱必定爱正解。那信咱也未信啦，讲神通，干那要去追求神通，无有去了解呢？神是啥物道理？迄是道理，毋是变化，是道理啦。那道理通达啦，这才是叫做神通。这咱爱好好去体会，好好了解，所以爱灵解。还要正解，还要到要从心开始，还要到要正心。所以我们信信用三宝，我们正信三宝，我们用心去体解，我们正解，要正确去体悟，去了解，如果可以这样，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方向。好，道理是这么正，这么正美啦。咱要真用心，所以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如来方便随意说法。这些正面啊，已经安乐行品啊，正面佛陀安尼甲咱教育人间，这是五浊恶世，要将正法在五浊恶世呢，会有真侪困难，困难重重啊，也要安怎样去闪避过，也佫会当。七法啊，团法，可以当团定的，真安乐，真平安，会当顺利团法，可以当真快乐。接受的人听欢喜，讲的人真安乐，这个法喜充满，真的必定爱。咱做一到，伫心口意，也阁在立弘誓愿，三规四法啦，咱爱真清楚吼。这拢总是经过了佛陀随意说法，众生的根基真正是未精济啦，而且。要启发伊的心，下定决心，坚定的心，正确的心，哦，定定啦，是无简单啦。所以已经讲来到这个所在，基本也讲过啦。那再个重新啦，再讲，如来都是安尼随意说法。随众生的心意来说话咯，就是众生啦，还是唔听、不闻、不知、不觉，伊无要听，自然啦，伊都唔知，唔知都不觉，无法度觉悟，无法度体会，甚至呢，不闻，佮唔问啦，佮唔肯相信。唔只是无要听，就是听无了解呢，伊嘛无愿意问，啊，无愿意问呢，都无法度启动深信的心，所以无启动深信的心呐，就无法度了解大乘的道理。好，这个不闻不知不觉，不闻不信。不解，这六项呐，
这是咱的大的障碍。佛陀是这么真辛苦，一段一段的分析，一步一步的引导，确实呢，也阁是担心嘛，唔是担心，事实是安尼。哪怕伫生活边啦，同款也不闻唔听，同款也是不知法，同款嘛是也阁真懵懂啊，同款呢，就是安尼不信。我头头觉悟吼，啊，就是安尼，啊，就是有听的，嘛无愿意呢，无了解，搁进来问，嘛无法度呢，就是慢啦，咱开始都有安尼讲吼，因为慢疑这两字啦，好难呢，就是安尼未进步吼，所以下面这段文再搁再讲。其人啊，虽不闻、不信、不解是经啊，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虽在何地啊，以心通力、智慧力、因智令得诸事法中。佛陀的慈悲就是安尼啦，生生世世，无不都是持大法啦。在人群中，真用心、真长久的时间，安尼在咧付出，安尼在咧引导，但是呢，人总也是同款，无要听，唔知影。未觉悟，也无要问，无要信，也无要理解。这是佛描述生生世世长久的时间，面对着众生，一向都是安尼啦。啊，这个人呢，虽然是安尼，虽不闻啦，虽然因无要问。也无要听，无要知影，无要觉悟，也无要问，无要信，无要了解，这个大乘法，安尼的人，再过来生来世，这的人呐，佛陀他就讲，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伊甲这的人呢，就是当作道场。客气不舍，我会过来，来，同款是修行，一定呢，这个道场啦，众生是以修行的对象，所以还是会过来，来，搁再面对，面对再过来，所以一直修，修到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觉悟啦。觉悟了后，我也要阁克制不下，要阁随在何地，任何一个地方，唔是干那娑婆世界，任何一个世界啦。佛陀他就以神通力、智慧力、因智令得诸事法中，嘛要甲伊引入来。在这个法中人啦，这呢是佛的心愿啦。这个法，在这个所在，卖当普遍到真远的地方去啊，亲像五月三节，那玉佛节啦，母亲节啦，那诸济节，咱诸济人合二为一啦。这个动作是伫所有诸济人的地方呢，同时啦都叮当，同款都真整齐，同款一个心，甲法用在伫这个时阵啊，大家人互动
来表达出来，就是非洲嘛是呀、啊，不管是莱索托、南非、哦、莫桑比克，已经呢也拢有资料登来呀、啊，看到莫桑比克1600多人呐、啊，集合伫迄个所在，因呢就是以天地啦为道场。因就有智慧哦，以天地为道场啦。因呢，你要欲佛什么都无啊，确实呢，因会当就地取材，也无什么款呢庄严的空间呐、啊。伊就是天界地在啊，伫一片黄土的面顶，安尼整整齐齐哦，伊的道场啦。用棍啊，给一围一围围起来，围起来啦，就伫迄个所在。人人呢，真虔诚，伫迄个所在，当然啦、啊，真用心。啊，因的虔诚，用因的语言啊，互相来唱啦、啊，诚心积善缘啦，因嘛是伫迄个所在呢。老佛老法同款呢，念本书释迦牟尼佛，因伫咧祈祷的时啦，那因就是真虔诚啊，伫咧祈祷，因也有愿呐，因的愿呢就是安尼，佛陀啊，也是请着佛陀啊，因用因的语言来唱啦。他呢唱出了讲，我愿献出我的心甲身来帮助苦难人啦，而且我就是以前啊，就是做错了真多代志，我现在要忏悔啊，啊，我要忏悔呢，我诚心啦。请佛陀给我智慧啦，更加多的智慧，给我的力量，我要来去帮助苦难人，因也是很庄严啊，这种呢，真正是只有一颗心虔诚啦，同一天可以呢，大家人共同一心在普天之下，这敢就是神通，敢唔就是呢？大悲誓愿呢？无分肤色，是白色、黄色、乌色，无分呐、啊，无分的富贵、贫穷的地方，同款是这念心嘛？这都是大悲呀、啊，大誓愿呐，要么就是智慧呀、啊。有智慧呢，伊才有法度发安的愿，即引导搁较多的人呐、啊，共同呢立这个一生的大法。这就是爱用运用神通，这神通智慧，那运智啦、慈悲呀，这都是那爱真去了解吼。所以，既然随意一时大圣经啦，妙法体理不闻，无心信解。这就是
也阁有安尼个人吼，啊，不闻不信不解，这个经大圣经个人，佛陀呢，伊都有安尼个心愿，也未成佛个以前，锲而不舍，再来吼，那一直到成佛，成佛了后呢，还是同款，不分伫啥物所在，他还是呢。爱运用神通智慧，神通智慧就是安尼，佛的教法呢，任何一个所在，伊都教啊啦。这多一个所在无佛法呢，三宝的精神力量普遍在天地之间，所以佛陀的心愿，莫若无得无上多时，那就是得无上。菩提正觉这就是佛生生世世时时的心愿啦，随在何地啦，就不管伫多一个所在，在何地方，那所在的地方，无时不化度众生。这是佛的心愿，这是佛无量智慧力，这就是神通无量的智慧，生生世世迄个心念不变呐，这是一心爱引导众生，因智能得，自是一心平等妙法，这就是佛啊，他伊的一心愿力吼。希望人人会当伫妙法中啦，究竟得一切种子。希望人人不是只有知啦知啦，要人人会成佛啦，人人会觉悟啦，这是佛的目标，是佛的慈悲吼，伊的神通力啦，智慧力来引导。用神通而行，化度引向正道，这就是佛的心愿吼。用伊的神通力，生生世世啦，吼，全天下人人呢，会当体会、了解，好好呢布善种子啊，好好呢生生世世向角度去行，这就是智慧力。来开导众生，所以心就是心神呐、啊，就是静心教物。咱的心那真静呐，都亲像注意呢，静会当通照一切万物吼。啊，水那叮当啊，都无法度会当看到周围的境界。所以，哎，心静如止水同款，会当照一切物吼。
所以宿命记起种种分明，那就是几工前一直甲大家人讲，我今去演这个境界啊，就第六识去分别啦，那就信心呢去做作了后呢，所得到迄个净哦，那归入呢，迄个业净啦，归入第八识啦。所以呢，这种的宿命啦，这都无法度。你已经做啊，做了后呢，已经归入啦，归入你的第八识，万般带未去啊，唯有业随身。过去的随咱来啦，现在呢，会阁随咱去吼、哦，就是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叫做宿。命啊，这个宿命啊，那要好好定下来，定咱家己的方向，那唔通随境而动吼，那家己的心力，咱家己要定下来啦，该随定力，无有障碍，这就是咱要直直学，不断的不断呐、啊，去通彻了解，自然。心都未随境转，咱的心都一定吼，所以令得自是发中。咱会当伫这个法中啦，啊，无有去受境界的污染去吼，是从应作实念，即从咱开始讲，佛陀开始甲咱讲，咱来好好甲咱的心啊，放伫咱想要学的法啦，唔通呢，搁伫法中啊。脱离去吼，即咱应该爱好好啊，甲法住在咱的心。那过去的三归呀、啊，入如来识，得如来依，做如来做啦，素法心口意，啊，咱搁都爱加上了誓愿，即誓愿呐，咱一定呢爱坚守着。咱的定力吼，应作实念，咱爱定定住咱的誓愿呐，唔通呢，安尼去回老失去吼，那这是咱爱好好用心嘛吼，第四誓愿度生安乐妙行，心口意啦，咱誓愿就是爱安尼不断呐。好好呢，安乐行吼，那以善诱之，咱爱用善呐来诱导，就是来引导啦。引导呢众生，就亲像佛，生生世世，我要甲你讲，啊你无要听，啊你唔捌，啊你无法度感悟，啊你无要问，啊你无法度信，啊你无法度呢。真正这个改吼，那安尼不要紧，这回我后回再来，就是安尼不断不断呐、啊，连连接接来个引导吼，这就是善有之啦，令得立法，所以咱爱心通啊，其实唔通想对空吼，拜拜修行。拜拜就可以得到什么款的加持吼，也是这是什么款的利益？其实呢，礼拜是表达咱尊敬，咱有四修法嘛，那其中一个是尊敬，
恭敬修，咱信仰三宝，咱信佛、信法、信经。信佛，咱来体解大道啊，皈依佛啊。那信法，那皈依法啊，深入经藏啊。那信经啊，皈依经呢，咱来通利大众啊，咱来度众生啊。这个不是咱每天一课上啊，早晚呢都要有三皈依，这就是咱的方向。不是呢，不是礼拜精进，就是啊，有什么会当得什么福，求什么，不是，是调伏咱的心，调伏咱的空高傲慢。两堂的课上，人人应该都爱精进啊，所以精进在生活中啊，恭敬呢是在时时分秒中，在信佛信法，咱来在分秒中，心时时在法中啊，咱心通广大，时时都伫咧运地开边吼，运慧呢。开足，总是慈悲喜舍，将一念心起，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嘛。